你很久没运动了哦，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。9月9日，国民体育日就要到了，教育部体育署推出了一系列免费的活动。9月9日，全台公共运动设施免费使用，还有免费的体适能检测服务，以及精彩又免费的体育表演会哦。想要保持良好的体态，一定要保持运动的习惯。运动久久，健康久久。